远一点，拿远一点，越远越好看。直播间2000万人哦！直播间2000万人了，兄弟们！什么？声卡没对上？没音乐吗，兄弟们？啊，有我没插吗？有插。有，稍等一下，兄弟们。稍等一下。兄弟们，现在有了吗？现在有吗？兄弟们，现在有音乐了吗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现在有音乐吗？有吗？声音不对。声音不对吗？检查一下线哪里有问题。有了吗？有说话有声音，但是这个音乐它是外放，它不是内放的。啊？对。啊？有啊，有人有打开啊。有啊，有打开啊。哎，你放个音乐，有啊。声卡坏了。啊？没有啊。嗯，而且外面这个噪音很大。这个是现在的，现在兄弟们，把联系设备修。我的妈，这不是声卡坏了？兄弟们，声卡出了点小问题啊！现在有吗？嗯。嗯？噪音很大。哎呦我妈！刚开始声卡好坏呀。我那亲娘嘞！我的个嗨哟！兄弟们，稍等一下，我们联系那个设备组的来修一下。声音外放了，清唱。那我刚刚不是刚刚前场开播，不就像两个小傻子，兄弟们。那我们先下播一下。那我们先下播一下，休息啊，兄弟们。我怎么像两个小傻子，兄弟们？你说。兄弟们，我怎么就这么抓马呢？兄弟们，抓马的小花，抓马的直播间，兄弟们点个小赞。
叫你们习惯就好，我可不习惯呀，兄弟。你们真的不要习惯。点个小赞，兄弟们。不是被封，就设备坏了；不是电脑破了，就是声卡坏了；不是手机碎了，就是软件会坏了。中病毒了，不是封号，就是在被封号的路上。不是兄弟，我怎么就这么难呢，兄弟们？啥也别说，给兄弟道歉。直播间。3000万人了，给兄弟们道个歉，兄弟们不好意思，来道歉。啊，看到了。With every death comes honor, with honor redemption.敵を兄弟们，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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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。兄弟们，点个小赞赞，点个小赞，来一个小舞蹈，兄弟们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红绿灯，他身高。来，兄弟们，点赞点起来，点到我把这一个炒了。1.98米。点赞点到多少？1.73米。这头发太小，我觉得好看吗？自己的声音。兄弟们点个小赞，兄弟们！非常舒服，非常爽，非常快乐，非常舒服，非常爽，非常快乐。兄弟们多点赞啦！非常快乐。我的妈！100万点赞了！兄弟们，直播间5000万人，兄弟们点个小赞！兄弟们点个小赞，兄弟们多点赞了，兄弟们！兄弟们点个小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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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啊！来，直播间5000万人，兄弟们点个小赞，多点赞了，200万点赞，点到500万了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我们争取今天直接一进到底，到12点。来，兄弟们啊，争取今天自己下播，兄弟们啊，多点赞了，兄弟们，多点赞了，多点赞，256万点赞了，兄弟们，260了，270了，280了，兄弟们。兄弟们点赞点起来，双赞加成都这么300万了。非常舒服，非常舒服，非常。兄弟们点个小赞，点个小赞，兄弟们多少点赞了，兄弟们？我的妈，210、310万点赞了，兄弟们。345了，兄弟们，我的妈，350了，点赞点到500万，兄弟们，怎么重来，兄弟们？如果巅峰留不住，咱们就重走来时喽。380万点赞，兄弟们，马上400了，400万了，兄弟们，马上500。418了，兄弟们，421了，兄弟们，403了，兄弟们，没玩嗨，兄弟们，车载，兄弟们，车载啊，马上500万点赞。我的妈，兄弟们点个小赞，感谢送出烟花，兄弟们。感谢烟花，480了，马上500万，兄弟们，500万，兄弟小黄表演绝活，兄弟们，来，兄弟们，500万点赞了，来上锅，上锅，开一组红绿灯，他身高
1.98米，我1.73米。老铁们，双击666，铁锅炖自己。才艺组，欢迎进来。哎呦妈呀！哎，行，先别炖了，先最高礼仪来不？来最高礼仪。感谢进宝，感谢进宝，先不给进宝点点关注，我立马就不点个关注。先别炖了啊，等我再炖啊，来不及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是最高礼仪，兄弟们，来，来。感谢我们进宝，兄弟们，铁锅炖自己，给你们炖一个道个歉。红绿灯，他身高1.98米，我1.73米。你觉得好看吗？我希望你要好看吗？可不咋的。非常舒服，非常爽。老铁们，双击666，现在直播铁锅炖自己666，可在公屏上。来，兄弟们，上来玩开胃赛，再来一把前菜，来爆炒小羊羹。红绿灯，他身高1.98米，我1.73米。你觉得好看吗？我希望你要好看吗？准备好了吗？爆炒小羊羹，兄弟们。红绿灯，他身高1.98米，我1.73米。你觉得好看吗？我希望你要好看吗？可不咋的。不要惹我，狠起来自己收场。非常舒服，非常爽，非常快乐。非常舒服，非常爽，非常快乐。非常舒服，非常爽，非常快乐。我的天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的设备出问题的，兄弟们啊，别乱拿，兄弟们别乱拿啊！哎，好，兄弟们，这么卖货，正经卖货啊，兄弟们，不搞那虚的，兄弟们，来，主打了今天一个正经卖货，兄弟们，来来，这个品厉害，我家锅住我家楼下，还得好惨，兄弟们，来，这品真的厉害了，来来，兄弟们看，小声一声，兄弟们看。贵州茅台酒，无论是送人送礼宴客，我们都是非常有牌面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之前是不是一直卖3000出头，然后自己补贴2996？今天价格，你们想不到，今天小王给你补贴25000，
只有500单，兄弟们啊！之前小黄一直卖的是2996，今天小黄直播间只有500单，给兄弟们补贴25000，一单补贴了50块钱，兄弟们啊！2966，500单上场，只有500单一号链接，来，只有500单一号链接，500单，我们姐妹俩自掏腰包25000元一单，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选喝酒喝白酒就选贵州茅台？首先什么？它品质过硬，是不是？而且是懂的都懂，兄弟们啊，这都是它的硬通货，兄弟们啊，是不是？生肖茅台比飞天茅台更有收藏价值，兄弟们啊，非常具有重的收藏价值。无论是请客送领导、送岳父岳母，兄弟们，孩子出生、宝宝出生拿来当纪念品，是不是？本命年纪念送长辈、送岳父岳母，自己喝、送客送礼都特别有牌面。今天你把这个茅台带回家了，摆在你们家的酒桌上就是牌面，而且生肖茅台代表性特别强，牛年的茅台一出来就炒到了7000-8000，后来炒到好几万，兄弟们，虎年一出4000-5000，现在也是具有非常好的收藏价值，酒质很好，对，买给爸爸还能尽孝心，是不是？来，今天小王直播间再给兄弟们补贴50块钱，2966，一号链接上场，300单，而且最后300单，而且跟大家讲一下，在昨天之前，整个三只羊所有的号，包括所有的达人，都是卖2996，今天我们直播间卖2966。直接给大家补贴50元，只有500单，我跟小黄出25000。看看这个酒花，兄弟们看，哇，它的价值感已经摆在那里，兄弟们啊，这一口倒不回去，兄弟们啊，这得好几百了，这一口好几百了，你倒这么多啊？之前卖的是2996，今天小黄直播间2966，跟品牌方磨了很久，之前补贴20块，品牌方说不愿意补，就连主播亲自本人出钱补都不愿意，兄弟们为什么？对，因为茅台它价值已经摆在那，它就是硬通货，来。虎年牛年的茅台，兄弟们都非常贵，而且兔年茅台比飞天茅台的收藏价值更高。关键是什么？来，它上面还有一幅什么？兔年茅台生肖酒瓶上的玉兔呈祥的经典画作，是著名画家、中国画家学院副院长余文江精心创作的什么？兔年呈祥的画作，收藏摆在家里当软装摆件都非常合适，送礼、走亲访友、送客、自己喝都非常有牌面。最后多少单来？最后多少单？还一杯，还兄弟们多少单？兄弟们干了，干不了，多单不了，兄弟们，最后300单，兄弟们2966，最后300单上车。姐妹们，有没有三只羊的铁粉？有的话，把你们昨天在三只羊看到我们售卖的价格打出来，对，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比昨天便宜了30。干了是不是？没在，不可以，兄弟们，不可以，这一口下去几百块钱，兄弟们，兄弟们哈，直播间是不允许饮酒的，未成年也不允许饮酒，咱们也不倡导喝酒。咱买这个呢，最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硬通货。茅台里有兔子吗？来给兄弟们变个魔术，我跟你说，兔年茅台为什么是兔年茅台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里面有兔子。给兄弟们看一下变个魔术啊，行吗？来给兄弟们变一个啊，来注意看好，兄弟们看好啊，我手上什么都没有啊，这个盒子里什么都没有，看到没？昨天2996，我可以跟大家保证，这里都是三只羊，都是2996。玉兔呈祥的画作，这个价格今天才聊好了，怎么首先首先酱香型，兄弟们看啊，我手上什么都没有，给变只兔子出来。好，来，看到没？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不可能塞一只兔子，对吧？看，没有做任何手脚啊。注意看，兄弟们，马上来了。你变不变？吹口气，看好啊！来了。Kill me， 哈，就啊，别扯皮，行吗？那个什么，怎么可能兔年茅台变只兔子出来？开玩笑。我以为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变魔术？兔子，先我看兔，看没？兔啊，给它变成兔子。还多单？怎么还多单？最后200单，兄弟们啊，而且是什么？
12987的酿造工艺，兄弟们啊，为什么大家选白酒喜欢喝茅台呢？首先它是过硬的品质，兄弟们啊，来再来，它具有非常好的收藏价值。兔年茅台、生肖茅台呢，比它的比飞天茅台的收藏价值更高，是不是？对，家里有宝宝出生的，在兔年出生的，是不是？自己本命年送长辈、送岳父岳母，自己喝，请客送礼，特别有牌面。家里搬新家了，摆一瓶在你家的酒柜上，摆一瓶在你家桌上，就是牌面。现在家里的装修那个柜子都很流行做透明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摆了一堆一堆的好酒，真的都摆了一堆茅台。可不可以，兄弟们？有没有猪年的？我刚刚有弹幕看到这条弹幕，他说把这个买了再去卖都挣，因为你去贵州茅台店里，你进去出来，如果你捧着一瓶茅台，就会有黄牛牛去问你。前两天是2996，今天想要再给福利加30块，2966幺六件上场。今天他们黄牛的回收价是3000整，来多少单了？最后200单，最后200单，兄弟们给兄弟们补贴了50块钱，最后200单幺六件上车，来下个品。姐妹们拍这个真的有用的啊，这个东西是。老妈叫我拍一单怎么办？老妈刚刚走之前叫我拍一单，老妈叫你拍一单也不关我的事，你赶紧拍一单吧，剪刀手不输的拍。你要么剪刀手，不然我们问兄弟们。我妈叫我买一瓶，我家不是新装修好。你给老妈打电话，老妈有说吗？别扯皮了，2966，我把茶下转给他。老妈不肯让你买，老妈买酒干什么？你别扯皮了，你就想让我花钱。喂，妈妈。那个，你下午是不是说要买一瓶茅台啊？对呀。那 你是叫 Coco， 你叫 Coco 买是吧？叫姐姐买。啊？是不是叫姐姐买？对呀、啊，叫姐姐买，先买一。好，来吧，上次我给老爸买的，这是你给老妈买，快赶紧的。下一个品，你看兄弟们说我们过品，兄弟们一直在叫我们过品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说这个买来也可以给家人尽孝心，是不是？百善孝为先，买给爸妈，买给父母，买给妈妈都非常好。哎呦，有钱做鼻子，没钱给老妈买一瓶茅台。哎，你这鼻子做多少钱来着？哦，1万多。哎，瞧我这记性，差点忘了，兄弟们啊！哎呦，差点忘了。哎呦，是5万多吧？是4万5还是5万啊？5万5啊？哎呦，我记得是5万来着啊！什么东西啊？你肋骨鼻啊，这么贵？我是觉得尽尽孝心也是很正常的，兄弟们啊。如果就是说你不想买就算了，也没有关系。老妈交代了，到时候跟老妈回去说，就说没买就好了，没必要，没事啊。尽尽孝心，有时候有东西有则加勉，是不是啊？也没有说在逼人家的意思。哎呦，我就觉得有钱买花鼻子整花鼻，我购买上限了。放屁呢，你怎么可能购买上线？上线了，你看，你买几瓶购买上线？啊！不，你先买，我倒转给你。不是这一个人能买多少单？这一个人能买多少单？5单。5单。你购买上线了，我切价。你切别切，表哥叫表哥先买，小华买，我不是买不起，我觉得是谁交代了谁买，是不是？几瓶？2966，你说几瓶？你以为买一整箱呢？保质期，你想放多久放多久，兄弟们啊，范伟啊，算了，没必要啊，我们下一个品，好不好？啊，兄弟们下一个品，下一个品啊，我都已经上线了，哎，这个不要浪费。好几百，这个算了，百善孝为先，兔年茅台，算了算了，最后几百单，最后150单，鼻子5万块，好，来下一个品，鼻子5万块，对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先卖一下茅台。
我也觉得都慢慢来。那么茅台跟蕾丝内裤选哪个？我们就是要卖啊，嗯，兄弟们要卖茅台还是买？这么透明啊，怎么长一个雷声？前面都错了。其实我觉得我给我妈买一下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买不起。手机拿过来，瞧不起谁呢？你瞧不起谁呢？手机呢？瞧不起谁呢？我买不起，我告诉你，我买不起。笑了，我马上给你买。我没付款，我是狗。没付款，我是狗。你买呀，我买。买呀，我买。买呀，看到没？网络不好，我没办法，图片都没出来。你飞行模式怎么会有网络呢？直接寄到福建了，老妈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卖一下内裤，兄弟。兄弟们，不然我买内裤吧。可不可以开发票？帮我问一下。弹幕的问题要回答，可不可以开发票？我们是正经卖货直播间，一定会回答。茅台可不可以开发票？问一下，稍等。的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我买，我告诉你，我买，我买不起。你笑了，我真的笑了。你看，我用抖音支付的，2946，用银行卡支付还又省了，2946，看了没？好，可以的。好，可以，这个不错。可以开发票。干得好。小黄大起来，跟我一起鼓掌！小黄大起，小黄大起！小黄大起，我去看一下啊。不是他这个怎么只能用这个储蓄？我买啊！我买！哎，最后一百单，最后一百单！我这就花25000，大哥。买！不穿不买，男的能穿吗？你问你自己，这能穿吗？手套呢？手套，拿去。兄弟们，这个内裤哈，蕾丝内裤。好，我们介绍一下这内裤啊，不是有品牌方吗？怎么还没来呀、啊？我的妈！品牌方呢？学不看。品牌方呢？来，小罗。哎。这个内裤你看呢？来，乖 ，K 哥，这内裤你看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看。挺好看，是不是？啊，把这架拿走啊！来，只是挺好看吗？看，全部看。夏天是不是要透气？可以试穿吗？不行啊，你试穿那个扎出来啊，看，哦，可以这样吗？不可以。我想看。不可以。不可以。看，这个都是，整条都是很透气，是不是？卡帕丹，这肯定不，这不透气怎么？品牌方介绍，我讲不下去了。好嘞，来，冬天穿冷不冷？那个品牌方。肯定不会热的，蕾丝的，然后它透气性比较好。这应该，兄弟们，这也不用测透气了吧？行吧，这应该、这个、应该不用测透气了吧，兄弟？这个应该不用穿透气了吧？不用测透气了吧？这个不需要，应该是肉眼可看得到的那个透气吧？不要碰，不是，我是给兄弟们看，我手指都你看，我这个侧面看，你用这个来啊，兄弟们，这个。不用给兄弟们测透气了吧？这是，是吧？这还用测吗？你手进去，你看，看到没？兄弟们看，你就看得到我手指的形状。而且它是，你看够不够透？不是，而它是一整条都是，就是全那个，你知道吧？全是蕾丝，可以说。来测，一条不用测，2条。2条没问题，透气性很好。6条。把6条叠在一起测来，看透不透气。来，尤其是我们夏天穿，是不是？放屁裤子，放屁绝对不会鼓包，兄弟们看到没？这个放屁完全不会鼓包，看一下，这个放屁就直接出来，兄弟们，来，兄弟们说你放一个，
兄弟们都在说放一个，来来来，给他们看一下透不透气，来一条，来一条，一条，看一下，来全部给我来，这边一二三，你给兄弟们看下几条，来先不看，六条了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条，来，好来，六条叠在一起看看透不透气，先不看，来，我们兄弟们我们看一下，来你给它夹起来，来六条夹透不透气，来，来看啊，看到啊。哦，兄弟们，六条，六条是十二层，兄弟们，透气，十二层透不透气？是不是卖给兄弟们，你买回去给你老婆。夏天穿这个就跟穿了跟没穿一样。好，兄弟们，来，你日常价多少钱？你们这个日常价一条卖多少钱？39.9四条。39.9四条，来小王直播间肯定是不能这样啊！来，今天小王直播间一条接近39.9四条，五条够不够？兄弟们，五条可不可以？来，39.9，六条幺零七上车！而且跟大家讲一下，他们家这个底缸，你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他们家还有一个大卖点是，这个底缸是一个5A 的抗菌底缸 ，K 菌底缸。不是不是，有报告证书呢？证书呢？有报告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说它是5A 的 K 菌底缸。5A 的 K 菌底缸，你先看。对，不是不是这个，看。5A 的 K 菌底裆，看到没有啊？咱们女孩子穿，你给些男的可以买，买回去给你女朋友、给你对象、给你老婆穿，你老婆穿着也扛扛得住，是吧？有男生蕾丝的吗？夏天穿这个，在空调房里小心一点，可能会着凉，知道吗？对，这个东西，说实话哈，这个。你老问我这是什么问题，我怎么回答兄弟们啊？它这个啊，很多蕾丝它的面料都是那种很劣质的，我们来测一下它拉力，看一下啊。对，很多蕾丝可能你一拉一勾，那个线就会断了，然后整条内裤就拉丝。你看我们这个内裤不易变形，不易变形。来，会不会起球？来。而且关键是它是那个很多蕾丝啊，它没有办法经历这种干丝球去测的啊。给兄弟们看一下，它会不会起球，会勾丝看。看看兄弟们，看品牌放在这里，你别搞。看，不易勾丝，兄弟们，不易勾丝，不易起球。今天小王直播间39.9，六条，兄弟们，要链接上车。正常我们在外面买蕾丝内裤一条都是要9块、10块不止的，甚至再往高一点还有20块。男生可以穿，男生穿六条39.9，一条链接。男生可以穿，兄弟们啊，看到没？这不是男士，这是女士的，是吧？我就问你，你老婆、你对象穿这个呀？啊，你啊，是这样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行行处是吧？啊？什么？啊？哎，受不受得了？你说什么？就是说你受不了是吧？啊？我就问兄弟们，是不是吗？兄弟们，你对象穿着这个在你面前，你？好好的啊！好好说话，你在讲什么东西啊？好好的呀，对吧？你要应该跟兄弟们这么讲，姐妹们，女人过了18岁就不应该穿得像个女孩了。对，就穿这种，兄弟们啊，你男朋友好了，聊聊好了，就是咱们的那小，咱们女孩子哈，侧面坏了，穿的不仅仅可以是。纯色的也可以试点这种花纹型的，自己欣赏也可以，男朋友欣赏也可以，是吧？卡不卡裆，兄弟们，怎么会呢？兄弟们这么透气，你就是也很正常，兄弟们可不可以？兄弟们啊，小黄不穿，穿不了，穿了我账号没了，兄弟们我消失了号，兄弟们看，不说清楚不嘛？看，姨妈不要穿，姨妈这个不要穿啊。好嘞，姨妈你垫一下啊，看一下，尤其是黑色非常好看，来，看了整套里面有黑色，再加这几个颜色，看薄荷绿，看透可不可以？你看。哎呦，女人过了20岁，穿点这种，给生活增加一点
小趣味，先玩啊。嗯。1500单。兄弟们，这个真不错。捕鱼，捕什么鱼？还有最经典的，小马，你看，你干嘛呢？不能讲话。你就好好讲，你说女孩子穿的这个，你看它还有一点点，稍微有点小提臀，你看，看一下，我们正常哈，正常的，哎，我没有那个手套，正常穿小内内，你看到没有？它这个腰线会让你的撕不烂不买，感觉你的小屁屁是有变翘翘哈，你自己看一下，你看。他撕不烂。兄弟们啊，这不是那种一次性的，兄弟们啊，这是可以常穿的。他不是那种，你把，哎，它质量就是很好，就是我来，别搞，别搞，兄弟们，小时候下一个喜欢穿东西撕烂，撕，兄弟们不会，兄弟们看，有那种一次性的穿的很鸡肋，是不是？真的很好，这种就是这种质量，你看，好了。可以穿90到130，130到160斤都可以穿哈。来下一个品啊，可以啊，行吗？啊，颜色有很多种颜色，暗它才能混淆一视听，行吗？对，你可以把这种像这种绿这种颜色好看。5A级抗菌面料，行吗？5A级的抗菌面料，你说迷你肌能不能穿？你撕不坏？确实撕不坏，行吗？好，行吧，可以啊，行吗？有没有前面？没有啊。来下一个品，行吗？来。你刚刚你搞了事情啊？为什么卖完内裤，他给我拿的我去？多久没卖了？很久没卖了。你师傅那天卖了3万单。行，笑什么行？够意的，行吧？卖，哇，好好看哦！好，卖。兄弟们是这样子的啊，因为师傅那天卖的很不错，所以呢。给兄弟们重新返场一下，不是小环小麦，兄弟们啊，小环呢就是说呢，给兄弟们安利一下，兄弟们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你们先，先，你们看 ，smoke 的大牌子的筋膜枪，不对，对，没说错啊。哎呀，搞得有点紧张，兄弟。弹幕说：“小环，你又来冒险了。”不卖了，下个品。兄弟，等会再卖好不好？兄弟，要不咱不卖了，好吧？等我现在直播间限流了，等我流量再低一点，我们再卖。要不然这个东西、就是，对，我们刚刚被提示的，直接掉了10000人。啊、嗯，防水。哈，对，来下一个品。你先放旁边的，兄弟们又没有很想要，我看都没有。兄弟们都不要了，行吗？兄弟们是不要这个品是吧？啊，下一个。那下一个品来，下一个。好，不要闹。好，下一个来，拿给我来。下一个，下一个你来讲来。来，来，哥，来下一个品。来，悦木之源的蘑菇水，蘑菇水，俗称菌菇水，又称烂脸水，什么意思？它称烂脸水绝对不是说让你用了之后你会烂脸啊，是当你的皮肤烂脸之后，你去用它。有没有买过这一款的正装旗舰店200毫升的？它的肤质像水一样，正装他们家卖380，做活动85折也要300。啊，今天福利来了，兄弟们听好了哦。啊，200不要，100不要。99给到你一个正装的假一赔10，1号链接上车。上车！1号链接，只有1000单。来，现
现在夏季了，是不是很多人需要换季？皮肤容易敏敏的，容易起一些包包了。尤其是来姨妈的时候，是不是容易起一些包包？额头上长一些小闭口。来这个早晚洁面之后，拿这个蘑菇水，拿这个菌菇水，拿取化妆棉，沾取到你长闭口、长包包的地方，兄弟们啊！来，还可以补蒙水，兄弟们，还可以包包，是不是烂脸水，兄弟们啊？对，99。1000单上车，来脖子耳朵地方不要露，但是记住要避开眼睛，轻拍到完全吸收，适合所有肤质。洁面之后呢，拿出水膜片，让我们悦木之水、菌菇水浸湿，像面膜一样敷15到20分钟。兄弟们啊，来洗下之后进行护肤。来，在肌肤出现问题、换季节的时候，脸部痘痘暴乱的时候使用99。要链接，还有孕险险假一赔10，要链接上车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日常价就是你看悦木之源官方旗舰日常价380，做活动也要299。今天为什么给大家卖99？小王，实话跟兄弟们讲，是吧？因为它的保质期正常是2年，但是这一款你到手之后保质期只有1年。对，兄弟们啊，所以今天才能把价格做特价，兄弟们啊，砍到这么低，所以捡漏捡漏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品就是捡漏清仓款。正常你收到货都是保质期2年，但是这一款你收到货它的保质期只剩下1年了。对，我们在商品详情页里也有跟大家讲，童叟无欺，姐妹们，991号链接上车，来991号链接上车，来。我们没有挣钱。这个没有挣钱，这个不挣，挣钱嘎嘣嘎嘣没挣钱。佣金是零，我知道。对，这个不挣钱的，兄弟们啊，可以啊，兄弟们啊，来，下一个品。兄弟们怎么都在打筋膜枪啊？兄弟们真的要买筋膜枪吗？要买我们再上，不买咱就不上了。兄弟们要的话再说，兄弟们好不好？对，不要的话我们就不上了。因为小黄现在呢，谁说被这个不也不太能讲，就是说呢，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兄弟们啊，兄弟们可不可以？兄弟们如果要筋膜枪的啊，扣一波要；如果不要啊，我们直接下一个品，兄弟们好不好？鼻孔有大有小。哦，鼻孔一边大一边小，是吧？可不可以，兄弟们啊？要的话可不可以要？不要的话我们就下一个品，好不好？来，要是不是？拿着品来。你只要你心里没鬼，哎，你别说话，少说真是乱七八糟的，啊，你看，你心里没鬼，那不是我没有。Smoke 的筋膜枪，粉色，好不好看？什么看？来，随便给他按个头，一转，有6个档位，看到没？长按启动，6个档位，4、5、6，看。看到没？然后呢？你看，它可以1秒钟变 rapper， 看到没？可是雪啊，飘进双眼，看不到你钞票的谎言。这么冷的天，看是不是？好不好看？这个头还好，而且是在承受范围内啊。这个头是干干嘛的？这个头饰呢，按一些手臂啊、大臂、肩膀一些肌肉放松，达到了肌肉群的深度放松，而且是 Type C 的充电口，还用到了什么粉红色的。有些家里宝宝是体育生的，经常锻炼啊，健身房一些撸铁的孩子，在学校久坐上班族，尤其是爸爸妈妈的时候啊，你按摩椅买起来太贵了，给爸爸妈妈买一个这个，是不是？对。今天小王直播间，其他我就不介绍了哈。来，4个头，行吗？69上车，69上车啊，可以啊，看。好的，给大家看，仔细讲解一下啊。来啊，不，猜，来，给大家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它这个是可以按摩大腿，看。对，不按自己的，我跟你讲，筋膜枪其实就是一种肌肉的按摩放松器，它就是通过这个枪头的一个高频的震动。从而达到放松肌肉的效果啊！对，像比如说什么人群适合呢？我们办公室久坐，这个血液不循环是不是？然后就容易腿容易，这个就适合那个背部，对，或者是站着天天久坐站着的，
这些都蛮需要去放松你的肌肉的，好吧？这是背部，背部啊。对啊，背部就是你，比如说你在某天哪个部位使用的多，你就摁哪个部位。你干嘛？你这什么声音啊？我不可能发出任何声音。来，你再换一个。行，我再跟什么讲解一下，具体讲一下这个。不可能发出任何声音。这个头啊，这个头其实特别好用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它好用，好用在哪里呢？它打的地方呢，就是大家想不到的地方，兄弟们，是不是？这个头呢，大家它打的地方呢，是一个大家想不到的地方。它是打什么地方呢？它是打这个，兄弟们看，手掌跟这个脚掌，手掌脚掌看，不是兄弟们直接上车，不是兄弟们直接上车的话，我得跟兄弟们讲清楚，有很多新粉呐。哎呦我的，我们也想直接上车，但金木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女人，金木江四个头和不四个不同的部位，你得说呀，得买回去是不是？车呢？扣了几分？扣了几分？扣了一分。就12分，你作，就12分，现在剩几分？9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不是我，不是节目效果，我问你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掉8分，抢完车哎 rush， 今天再扣1分，抢完车就没了。哎呦，人家最近买票花钱看电影看消失的他，兄弟们在你这花钱买东西看消失的购物车。兄弟，我真不想，我的。兄弟们花钱买票看八角笼中，兄弟们在你这花钱买票看直播间中。
跟你说，我现在直播时候真的是播一天少一天，兄弟。兄弟，不是捣乱呢，我卖那个，我说打手掌打脚掌，我说是想不到的地方吧，兄弟们，谁买那个玩意？粉色到底怎么用？粉色是个颜色，粉红色，粉红色是人类世界上存在的一种颜色。存在的一种颜色，它没有，不要赋予它任何的意义。你师傅说跳舞跳得好，车车能回来。你试一下吧，你看一下他愿不愿意跳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拿出你最炸裂的舞蹈来，给兄弟来个恐龙卡吧。还没上车车可以说罪。拿出你最炸裂的舞蹈。哎，兄弟们，我也没有这本事，就把兄弟们二级就把啊！兄弟们，到他跳舞，我们打一个车车回来，好不好？九八九今天腿很长，我没 ga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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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不不不不，恐龙看浪看浪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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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恐龙看浪看浪看，恐龙看浪看浪看，恐龙看浪看浪看，恐龙看浪看浪看。我没 gay， 我没 gay， 我没 k， 我没 gay， 不 view 不 view， 我没 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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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不 view 不 view。兄弟们，点个小子，来上车来，车车回来了没？兄弟们，我就告诉你，这回来了，就你这样，他都能回啊？来，兄弟们，我随便给你们讲解一下啊，就这个筋膜枪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在你的办公室这边坐着，腰酸背痛没人给你按，你不要买69，爱买不买，兄弟们，你今天最好别买。兄弟们，当你健身腰酸背痛，疼痛难受，受都不了了，脖子痛、腰痛、腰痛、酸痛、久坐，你想按摩按摩不了。来，今天69，爱买不买，下一个不讲了。一号玩家，本来就是爱买不买，再讲号没了。你是在卖货？我再讲号没了，真的。你可以正经的告诉他们，给来69，到手多少件？6件。来一个这个头按哪的？你这辈子就永远肌肉酸痛。爱买不买69，要买不买随便。你要告诉他们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说屏幕前的粉丝们爱一辈子肌肉酸痛呢？哎，随便吧，随便吧，我不能讲了。就这个，反正筋膜枪主打的一个不测试的，先不测试啊。怎么样的？你好意思问我怎么用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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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问是吧？来来来。来来来，你看准仔，准仔，准仔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六个档问你就这辈子原本买200-300的筋膜枪啊，你永远用不到粉色的筋膜枪，打这里，打这里，来换一个，来接这个，来再换这个，打这里，嘿嘿嘿，来换一个，这个，来换这个，来打这个，打这个，嘿嘿，打大腿，打大腿，来这个，来打这个，打这个，打这个。打哪里？打这个，嘿嘿嘿嘿，打手掌脚掌，嘿嘿，来69，爱买不买啊？兄弟们，愿意买买，不愿意买算了。69质保一年，再给到你一条数据线。数据线要买不买？质保一年。来，还有一个黑色给大家看一下，黑黑，哎，粉，我们还是粉色的，就这样，我都是自己。来，下一个品啊，来。之前来下一个品，巴黎某家非常巴黎世界啊，非常非常火的一款鞋，轮胎鞋，一款3XL，一款轮胎鞋，来了，看我脚上，好不好看，姐们？好看，好看。来，兄弟们，快速奖品，这句话我这个鞋我一个字不用讲，这个鞋对吧？太好看了，来，我直接给兄弟们看一下，我给你兄弟们姐妹们找到一双神鞋，男女码都有，来，直接看效果，来。看到没？穿了没穿？穿了没穿？穿了没穿的腿？穿了的腿？没穿的腿？穿了的腿？我操！没穿的腿？穿了的腿？来，日常。
产价688，来，应用了什么？德国进口设备，全流水线的干搬前搬机工艺啊，鞋头立体感采用百丽 CC 6等品牌的女鞋同等品牌同等工艺的688，今天小直播间139.8，要链接上车来。要链接。对，大家买回去跟他讲，7天无理由享受跟送轮胎。享受跟装一样的三包正常，什么哪三包质保100天呢？断底、开胶、折面，100天以内有任何问题都联系客户换新，只换新。我卖轮胎前，你问我送轮胎，你老娘还厚了。这也修不了，反正100天之内你出现断底、开胶、折面都可以找客户来换新的。来，鞋底增高看到没？6厘米，看到没？6厘米，夸张不？那你那公分呐、看到没？6厘米，会不会爆胎？来，我直接跟兄弟们说，这只有2000单，行吧？来，来，1600单，没有两千，1600单，来多少单了？只有1600单，多少单了？多少单了？1100单了。来，1100单了。100单。100单。来，来，给兄弟看这个鞋，行吧？神鞋，穿了。没穿鞋的腿，没有，你应该，我跟你没穿鞋的腿，好，你看一下，穿了鞋的腿，来，兄弟们看一下，我不穿是这样子的，我只有1.5米，来，不穿鞋长什么样？不穿鞋你的腿怎么样？不穿鞋是不是显得小腿很粗？来，是不是？来，穿上鞋，穿一下，穿一下，来，兄弟们看，一句话不要讲，看到没？巴黎世界的，艾薇尼的，来看。鞋真的可以拍，这个鞋真的男女码防滑，来，男款女款都有。给兄弟们跳个舞，看一下这个，把防滑的给我拿过来，来，给兄弟们跳一下这个舞，穿这个鞋子跳舞腿有多长？还行吧。我给兄弟们变个魔术，穿完鞋跟没穿鞋的样子是两模两样，来，差别。